好，接下来是这个义捐特选包，今天一次开三个，今天一次开三个，所以里面有30张的义捐机会均等。好，里面就是一个卡包，这就是 YouTube 在用的吧，应该是吧。当然很多大哥都很好运。来了，里面他全部把签卡都塞在下面，而且这有第一期的，这有第一期的，好危险哦。好啦，第二期的这个六包，看一下有没有先开到四爷吧。好，开，先开一包，因为多出来的四爷啦。嗯，好，香肠一张，香肠就是5亿，这个都是参考就好了，卖不掉。来啦，5张一起开啦，一张就好了，一张四爷就好了，好不好？一张就好了，好不好？哦，有啦，真的是一张，哇，这我 A 哦 A 哦，水哦，不用花钱，不用，不是不用花钻，不用花钻洗，然后一张陈晨威，还有一张洪文，七折，真的是七折，今天可以啊，今天可以啊，超多七折。今天的状况就是开奖杯超多正田数，开签卡超多七折，所以哦，看一下之后买东西也会来七折一下。来了来了，这个总不可能再有七折了吧？这个再有七折，我就没话，我就不知道说什么。三十包，之前30包大爆炸，那这次30包，来看一下有几张七折吗？哎，5张，哇，全部爆10哦！这个其实我一直在想，哎，这个什么签名卡选手或四月 TOP 卡选手出现几率相同的意思，应该是指说，哎，我们的 TOP 几率相同哦，好像不包含签卡哦，啊，不管怎么都爆10，哎，很高呢，这几率很高哎，这如果真的全部都均等，几率很高哎。哦，有了啦，看到了啦，看到那个什么那个黄黄的啦，哦，终于破了，还有一张喜凯。可以，来，我有2000，哇哦，还有四爷，哦，可以啊，这个才叫签卡包，这个才叫做签卡包啊，不然之前那个到底是三回，这个才是义捐包吧，这才有签卡嘛，花了多少钱？1670，哎，不对，1660，哦，可以啦，这样才对嘛，这才比较符合正常值嘛，来继续。来，没有爆10，跳过。来继续，可以啦。哎呦，布雷克，然后没有发狂，可以啊，可以。布雷克，等一下，不是等一下，那个之后有时间就测试掉。来，大家已经聊天室已经在喊着了，七折啊，最后5张啊，七折。来，有没有七折？来了，全款七折了。没，而且这个。哦，没有，有古灵哎，这个卡架其实很漂亮哎。好啦，收工，没啊。